条，小条。你立两立，老鼠很硬的，你看。脚是它，手都是它，炒菜也是它，冲凉也是它，啊，什么都是上上下下都是它。这个是什么？大厅照那个位置这样红色红色的。差不多是2003年的时候，品泉师兄的啊，从脚底慢慢上到腿这样子，慢慢黑着上。棉掉了，那个脚趾都棉掉了。医生讲没有好那个了，没好医了。医生是啊，建议他把脚锯掉，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接受了，你不接受就没有办法，也是要一定的接受了吧。有一个时间之后，自己很伤心了，要放弃了。在那个慈济头头还帮助我们每个月住住咯啊，那个物资上啊住住咯，还有教育费咯，结果没有慈济帮忙，嗯，甚至很没有到今天了，站起来了。他这个人啊很勤快，孩子都大了，他还是继续做下去。我现在换衣服，快过去菜园了。刚种的韭菜、辣椒，啊，那边有番薯，那边很远，那边有马铃菜。你看这边到那边去哦，多大？有两个篮球场大有哦。我自己打理啊，拔草、放肥啊。你看除草，很多草都是我自己。我们很喜欢来看他的菜园，他真的很棒。一个人啊，就算没有脚，他也能够做一大片的菜园啊。然后有时候就来跟他买菜。我感受他们很乐意帮助我们，很开心，很感谢他们，感恩。路程走了15年，从感恩户到关怀户，从他消极到他积极，他让我学习到怎样积极面对人生。因为人生无常嘛，人生也只是年，你没有事，你没有去做，你怎么知道能够呢？人残心不残，啊，心头脑要去想，要去做什么，要去做。